傅西哲，是我低估你了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冷血多了。哼！看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 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怎么会啊？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？看见你这样，我还是挺心疼的。放心吧，我好的很快的。 是要跟你说一件什么事儿来着？哦，我想到了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你妈被停职了，所以啊，你要赶快好起来，我等着你回来继续跟我争。 否则，凌天很快就没有你们的立足之地了。傅西哲，是我低估你了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冷血多了。哼！吃点什么水果呀？你小时候爱吃香蕉，对吧？ 我帮你剥，来，不吃啊？不是我吃，你看看你啊，一腔热血，为了自己喜欢的人。 连命都可以不要，真勇敢。在勇敢的同时，是不是可以关心一下自己的妈妈？否则，她再做出什么事情来，你那个主医生心里也会不好受吧。 说完了吗？